迎收看金融曼哈顿节目。好，那么今天指数呢是开高，今天就一直维持在高档。好、哦，你看今天开盘之后呢，那指数开高以后就一直维持在高档，哈、哦，相当强势的震荡。好，所以今天一整天呢都维持在盘上，哈、哦，那么指数呢一直在大涨之中。那收盘的时候，今天指数涨76点，哈、哦，10701点。好，那我想其实前几天就跟大家讲过嘛，那季报都已经完全公布完毕。好，所以呢这一阵子的压回，那在季报结束之后，那完全不确定的因素就告一段落。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说，季报结束之后差不多这里就是低点了，那大概约莫震荡一两天之后就会开始往上。所以你今天已经看到震荡一两天之后真的开始往上，那我可以先告诉你是下礼拜就会正式开始起攻。好，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所谓第四季最好赚的时候，那重点就是在季报公布完毕的这一段，所以公布完毕之后从现在一直到年底是最好赚钱的时候。所以因为我也不是今天才告诉你这些嘛，所以你有看节目的人都可以持续得到验证。不过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你来说，你当然最重要的是锁定后面会大涨的股票嘛。那因为行情要来的时候，那或者说你现在就要进入最好赚的时间，那既然是要进入最好赚的时间，你当然是二话不说直接锁定后面要大涨的股票嘛。所以不管你前面还没有赚钱，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好，反正你现在开始就是要全力锁定。好，那现在开始呢，那么一直到过年之前是最好最好赚的这一段时候，那也会进入财报的空窗期。所以呢后面有大空间的股票，尤其是新的标股，那这种股票通常一次就可以让你大赚。所以还没有跟上的反正你就准备好。那下礼拜我先说，下礼拜你要积极来操作。好，因为整个进度走势都和我之前跟你讲的完全一样嘛。那所以呢今天到季线之后呢，那么指数在半年报公布之后，然后因为半年报的因素下来，那下来以后到季线，季线以后收红 K，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起点，所以要特别把握。那该赚大钱的时候你一定要全力把握。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是后面你一定要锁定的股票之一，那这是相当重要的，后面会持续大涨的股票，所以在全力锁定之中了。那当然我说全力锁定的话，是一路开始呢一路锁定到现在，所以你看到是一路往上面再创新高。那么今天到94.8元，其实距离高点只剩下一点点而已了，所以下礼拜随时你都会看到它刷新新高再往上面喷出。所以我说时间点已经越来越接近，那越来越接近，那后面全部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利多，而且你从现在开始看全部都是一路上。那到12月份的时候，12月份的营收开始上去，那新的游戏出来，那1月份也上去，对，又进入寒假。那进入寒假之后，农历年那是游戏的旺季啊，所以这来的正是时候，后面全部都是利多，所以后面的营收跟获利你就是看一路上去，那数字很漂亮，那股价当然要反应啊，所以当然又一路涨嘛。那你锁定这种股票好处是你不管多少资金，反正你都可以一次把它赚够，所以我才说要把握，因为最好赚的时间点上你一定要锁定可以让你赚大钱的股票，而且绝对不要客气，因为你该赚大钱的时候你本来就要全力赚钱嘛。那我也不是今天才讲啊，所以我说可以让你有量有价一次赚够的股票你一定要把握。那么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不一样的游戏，那跟之前其实都不太一样，那也是少数非常长寿的游戏，那所以重点就要来了。那你现在开始往下面看到的大概都是利多了，好，一个接一个利多。那最重要的是现在人数也越来越多，那所以后面所会贡献的营收也好数字也好都会非常强。那我们锁定一档股票就是你要把它锁定好之后直接赚大钱，所以我说你只要把资金准备好嘛，你资金准备好之后其实你要多少就有多少，好，你都可以全力大赚。好，那么人数是一路在刷新新高，那最早法人估计的是120万人，那法人估计120万人的时候就已经是单月1块钱，单季3块钱，那后来呢已经很快就已经突破120万人，然后往150前进，所以其实呢很快就已经早早就已经过了，早早就已经过去了。那这是一般法人当时预估的模式，那是遥遥超过，那不只是超过，而且还是一路往上面再刷新新高，所以爆发力会很大，然后一路往上面走。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先买好，你看你把一档股票标股锁定好之后都可以赚得很快，那么而且你其实有非常非常漂亮的买点，那你该压就要买，你该买就要买，该压就要压，
因为这一类型的股票都有很大的空间，所以还没有跟上的好就一定要把握。那所以其实你锁定一档股票就是直接赚大钱了，好，我们就是要赚大钱，那我们就是要把后面最标的股票、最大段的股票、最主升段的股票、要正要喷出的股票把它锁定好。所以你到现在所看到的应该都只是所谓的初升段而已、哦、那才会准备进入正式的主升段。所以下礼拜开始你就要密集锁定了，好，而且下礼拜我说那行情本来就是下礼拜会开始正式起跑，所以从这里上去之后都是个股哦，这些都是个股哦，尤其是个股空间会很大哦。所以你要赚大钱的人哦，你只要把资金准备好，其实都可以直接搞定。因为做股票其实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嘛，那最重要是什么时候，那该要赚大钱的时候，最好赚钱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握。如果你在该要赚大钱的时候你反而是想东想西哦，那绝对是很可惜啦。因为本来做股票就是该赚大钱的时候，最好做的时候，你是一定要全压的嘛，你一定是要全力大买啊，该赚大钱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啊，最好做的时候你不全力大买，那不是很可惜。因为本来很多大户也就是逮着这个时候啊，就是逮着这个时候啊，那个该赚大钱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加倍的资金下去、啊、都是加倍下去买啊，因为你明明知道那个时候是最容易赚钱的时候，对，你本来就应该大买嘛，行情要上来的时候你本来就要全压，你本来该买就要买，所以你其实不用考虑太多，反正你把资金准备好就可以了。而且你一定要学会这样子一档锁定起来操作，因为这样的操作方式绝对会赚很多，而且可以让你直接赚完初升段之后再赚主升段，你可以一大段一大段赚上去。所以到现在为止都只是初升段而已、哦、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喷出。那么我说你很多可以赚钱的机会就是这样，好，反正你都很容易赚，那你很容易持续赚大钱、哦、都一路会再往上面走。那 97.4 是创新高、哦，那今天其实已经接近，非常非常的接近了。那么下礼拜你很快就会看到再创新高，再创新高之后很快就会看到三位数字，往三位数以上走绝对是合情合理啊，这个很合情合理啊。因为现在人数早就已经几乎是倍数的人数哦，是法人预估的倍数以上的幅度哦，所以还一直在刷新新高，现在已经不止这个数字了，所以人数还在倍增之中，那么所有的数字几乎就是一倍以上翻上去哦。那所以这个数字的话已经不是一块钱三块钱的问题了，已经变成两块钱六块钱的问题。那么以这样子的获利来说的话，那么股价它势必要大涨，那么时间点已经越来越接近，所以随时都会喷出，那要赚大钱就一定要把握。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准备好嘛，反正有爆发力的股票其实你要赚钱那都非常快，所以你锁定起来操作就是每一段你都不会漏接，而且你都可以赚很快。所以我才说有很多人没有试过这个方式的，你一定要试试看，因为你试过之后你就知道其实你赚钱都很轻松、啊、都很容易可以赚大钱、啊、就好像你一段就可以直接赚 72%， 所以呢一大段一大段往上面你都可以直接赚。那么这档股票一样、哦、非常非常强，那基本面一样很好，那重点是这都是一大段一大段再往上面走了，所以震荡一下之后还要创新高。那么你可以看到100万进去你就直接是赚72万，那么也都还没有赚完、哦、因为这一类型股票它就是一大波一大波，那一大波一大波你每一波都可以这样赚，每一波都可以这样赚，累积起来就不得了了，累积起来就不得了了。所以我说你锁定一档好股票好好的操作，这个一定差很多，你锁定起来其实就直接赚大钱、啊、就直接把握。那下礼拜就是进入最好赚的时间了、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那很多人到现在你可能还没有积极进场的，那我说你就一定要准备好。那当然行情新开始的时候会有新的进度嘛，那有新进度就有新话题，那很多人很好奇有什么样的新的东西，那市场还不知道正要飙出去的，等一下我都会跟你讲，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把握好。那你其实只要一件事情要做，就把你手上的资金准备好就可以了，你把你手上的资金准备好，然后你看你是100做还是200做。那我建议你是不用买太多股票了，因为你不需要把它买得很散，你就直接集中起来重压。好，那后面要上去的股票其实相当多。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有一些题材、哦、那么可以说新的题材，那或者我们应该说它会往上面刷新新高都是很有道理的，那是因为前面这些东西是没有的东西嘛，那全部都新东西，那车用大客户 TI 跟 NXP 都在放量，所以这个量都是新放出来的量嘛，那新放出来又是大客户，那大客户之间再放量，所以这出来都是很大的贡献，那并入新的东西以后这带来的就是新客户了，所以新客户已经开始了，新客户进来旧客户在放量，然后还有另外更重要的
这是全世界很重要的车用大客户，车用里面的大厂。那这是英贝林的转单，而且这转单是很清楚的全新的大订单，所以这是在之前没有，现在开始有的，然后要一路延续到明年，所以这新订单的贡献都是非常非常补的。所以我说很多股票后面还要再喷出的，所以一定要把握。那重点就是把后面要大涨的股票锁定起来就对了，这才最重要的重点啊。所以我常说有时候行情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行情来的时候如果遇上有爆发力的股票，它喷出的速度就更快，你就更容易赚大钱啊。所以其实根本不用想很多啊，你把你的资金准备好，你就直接说你是100万还是200万，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100万200万，你其实我觉得你都是锁定一档来做，100万你就锁定一档，你100万就直接做一档股票，对不对？200万更好，那你资金更大一点的话你可以赚得更多。所以我说你股票种类不需要多，那有些人常常会多买一点西买一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后面的行情你就可惜了，那你就真的是可惜了，因为后面的行情你就是直接是做个股，而且是压个股。所以你在过年之前想要赚大钱的人，你其实都不用想很多，你就直接压，你就直接把后面有爆发力的股票把它锁定起来。然后怎么操作？操作最重要就是你跟上来之后你该买就要买，该压就压，你心里知道价位在哪里会到哪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根本有多大段。所以我才说还没有跟上的朋友就一定要把握了。那我下面的东西呢也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其实指数到这里开始往上，下礼拜就正式开始往上，这我一开始就讲了，而且我也不是今天才讲啊，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就告诉你那里就低点了，然后你大概就是震荡一两天时间就会上去。那今天是100%印证，不过更重要的是下个礼拜是你更好赚钱的机会，所以我跟你谈指数只是告诉你这里就是你准备赚钱的机会了。而且我也不是今天才讲，我是事前就讲，两三天前我就告诉你低点就是那里，就已经到了。然后再来更重要的重点是你下礼拜就直接赚钱，而且最主要就是标股，而且更重要的是新的标股，大家还不知道的标股，大家还不知道的标股，而且是有大梦的标股，这个就容易赚更多。所以你还没有跟上的就把它锁定好了。那我等一下会直接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分享新的故事给大家，是因为你看我节目会有这个好处啊，那就是别人还不知道的东西你可以先知道，至少你知道有什么题材在发酵，对不对？你后面有多少可以赚钱的机会。那一开始可能我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都完整的在这里好全部一下就跟你讲，对不对？这个也没办法，因为这有时候就是有一些限制或者有一些规定是没办法这么做的，但是我给你的都是最新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你常常去跟着我一起锁定新的东西，到后面你都赚得比别人多，你不只可以赚得比别人多，还可以赚得比别人快。所以下礼拜是最好的时间。那你还没有跟上来的人下礼拜记得你就一定要跟好，而且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所以呢等一下我跟大家来，我们持续来看看已经锁定好的标股，那么持续往上面正在发动。那你还没有跟上的一定要跟上，那如果你还买不够多的或者你想要赚更多的，等一下你更要锁定，反正你没有第二句话全力锁定就对了，那都是非常有爆发力的。那等一下我跟你说那故事之后你就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待回来。